Hello。哇哦！哇 ，Hello。超越香蕉。你少给我发怪声怪叫！香蕉，香蕉，香蕉。哎，你们好啊！你好 ，Hello。哎呀，好熟悉！哎，我看，哎，超越，你的口红怎么了？对，你嘴巴怎么了？你刚刚在外面做了些什么？我怎么了？哦，他们在说口红了，被发现了。有纸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坐。我去看厕所有没有。涛哥他们呢？可能下一个来。哦。先来这儿拿个纸来。香蕉。哦、乐了，乐了。这个厕所里没有纸哎。有了，找到了。哎呀，我爸，你怎么了？月姐怎么了？小弟，我嘴疼。我们这个点好幼稚啊！我们来，我看看。哭啥呀？因为自己太美。一照之后，自己被自己美哭了。我感觉好冷啊。是吗？那我把窗关。哎，我先给你道个歉，我刚刚说你脸大。你自己看这一张，你的脸有多小？你再看那一张，尺寸不一样好吗？你自己看这些脸，你说什么？就是一样小，我就往宽松。应该不打紧，我刚刚有点红，你可能要遮一下，嗯，就遮一下，我觉得得遮一下。你看女孩就很关心女孩，对，让超越去跟中中说你的衣服后面被剪开。七哥你控制欲太强了，你先玩一会儿好不好？你玩一会儿再给我。是要怎么喊啊？就是摁住这个就行，你可以先试试。你这咋整的呀？不知道，可能刚才是抹嘴说。听到吗？听到点头。什么声音？不知道。因为没有人值得我把枪掏出来，我都那么爱你们。听到了，你点个头，点个头。啊，有幻听吗？这个。超越，听到吗？听到点头。他没听到。超越，你去跟中中说，你的衣服后面破了。有幻听吗？我们刚刚每个人表演了节目，然后轮到你跟汉哥了。汉哥说他跟下一个来的人一块表演，你表演什么，他表演什么？啊、嗯！我跟你说，中中后面衣服是开着的，你这样说、啊、什么？我啊，走了？啊，不是，哎、啊，你们也没事吧？超越走了？怎么走了？走了？超越。这位嘉宾怎么回事？他好像进来梦游了一下，然后就回上床上去了，就没有想好才艺是什么吗？可能出去练习一下。今天晚上是怎么了？